提，佛以无畏因说法，如同狮子之咆吼。因此后世一般多援引佛典中狮子吼一词来形容秉持正义，排除异端，于大众之中大声作激昂慷慨之言论。万物流转，调教生命的罗盘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菩提如是说。一个发菩萨愿的修行者，应该时常提醒自己，生命就在呼吸间，所以只要认为是自利利他的事，就不必畏惧旁外的是非，只管勇往直前地去完成它。我们最大的敌人，便是自认比他人了不起，这会给我们和他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若希望人际关系相处得好，就要把心量放大，多接纳人，多包容人，只要自己的心态改变，环境也会跟着改变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。世间无常，要有一个安定的生活，然后才能安心的人，恐怕永远陷于不安之中。能够调整自心，随遇而安，才是真正的安心之道。爱心是对万物持续的温暖关怀。一个人若只有智慧而没有悲心、爱心，仍旧是一种冷漠的心态，甚至可能变成自利的邪见。每个人心中都植伏着爱的种子，人们可以引导这个种子滋长甚至开花。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，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。这所谓信，不是口头说说的信，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。当我们在礼敬诸佛时，单单向佛像顶礼是不够的，我们还必须了解
为什么我们要向佛礼拜？不论我们是出家或在家，了解佛陀的教导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。作为一个人，我们应该善用自己的智慧，让自己和别人心中都能升起快乐。我们对于朋友和所爱的人的感情，都掺杂着一种执着，因此我们的目标乃是要培养一种对一切众生毫无偏执的感情。将困难情境视为有害且不如意是很平常的，然而转念的修习却能将它视为是使自己安乐的极大助益。假设我们具足耐性，那么纵然有人咒骂或侮辱我们，我们也会依然脸挂微笑。但假设我们耐心不足，时常生气，那么原本我们美丽的脸庞也会马上变得奇丑无比。只有当内心真正发起菩提心的时候，才会很自然地去帮助别人，就像母亲要帮助子女一样，完全没有顾到自己。如果一旦对轮回还有贪着的心念，也就没法真正得到出离的佛果。佛教的悲心不仅是希望众生脱离痛苦，更希望众生能得到佛果。通常我们以不净观对治贪欲，以慈悲观对治嗔念，我们必须持续如法对治它，让自己在以后碰到任何恼火或贪欲的对境时，心中不再起涟漪。若能常常思维死亡的实相，并对它升起深刻的认知，我们便能了解一切世间法上的琐碎活动和事业都是毫无意义的，从而由其中获得激励，日夜精进修行。小心仔细地观察我的戒，戒就是惭愧心。我们所感到疑惑的，就不该去做或说，这就是戒。所谓清净，就是超越一切的疑惑。
多数人们的快乐都是仰赖事物符合他们的喜好。他们要世上每一个人只说令人喜悦的事。你是这样寻求快乐的吗？要世上每个人都只说喜悦的事，有可能吗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你何时才找得到快乐呢？佛陀教导我们要放下那些本质非永恒的事物，如果你放下一切事物表象的执着，你将会看见真理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就看不到，事物就如此。当智慧在你的内心苏醒时，不论你往哪儿看，都会看见真理。所有的苦都源自于寻求现世的快乐，轮回中的快乐，而这种快乐其实是找不到的。如果受制于嗔恨，会在心事上留下种子，那么下次遇到相同情况时，嗔恨心会再度升起。若不修持佛法，那么每次嗔怒都在心上留下种子，就是为未来升起更多嗔怒欲做了准备。在个人德行的修习法方面，佛陀的教法是无与伦比的。一个人必须忠诚，不欺骗，不唠叨，不多嘴，不搬弄是非，不轻视他人，不积极谋求增加利益。凡不能促使人迈向割舍、放弃、镇定、极静、高深知识、觉悟或证入涅槃的教义，你可肯定它不是佛法戒律，不是佛陀的教诲。人们之所以痛苦，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事物无常、无我的本性。他们把无常当作有常，把无我当作有我。人如果只是希望得到幸福，这很容易达到。然而，有些人总是希望比他人幸福，这就是困难所在。
宽容要求的是内心的自我锻炼，明白自己虽然可以采取其他批评或攻击性的做法，但却故意不那么做，这和被迫采取容忍态度不同。别将烦恼带回家，并不是非要向家人隐瞒我们的困境，而是要求在告诉他们时，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姿态让家人知道，虽然遭遇困难，但有足够的勇气去克服，这样就传递给家人一种积极的资讯，而不是消极的恐慌或烦恼。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自大与懒惰，不必羡慕别人的收获，但问自己是否有在耕耘。世间无常，要有一个安定的生活，然后才能安心的人，恐怕永远陷于不安之中。能够调整自心，随遇而安，才是真正的安心之道。没有条件和限制的爱心，所产生的福德才是无量无边。这就是佛经上所说的无缘大慈与同体大悲。我们经常认为自己是唯一受苦的人，而是对方为压迫自己的人。当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痛苦与愤怒，其实与对方的痛苦、暴力并无分别时，你就会变得比较慈悲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
5044-4468 5044-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03989-9319，传真03989-878703989-8787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静安府慈善会共同举办观音祈福法会，恭送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敬老活动、社区长者关怀爱心素食餐盒发放，日期10月22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。法会地点草屯镇静安府南投县草屯镇东美街64号，洽询电话南投分会04925613210492561321，草屯分会04923159990492315999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分会举办八关斋戒暨蒙山施食法会，日期11月11日上午9点开始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。下午2点佛学讲座《阿弥陀佛48大愿》，恭请湛江法师主讲。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07-221-232307-282-027807-282-0278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。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目犍连尊者大慈大孝，神通第一。目犍连尊者在佛陀的弟子中神通第一，时常现大神通力，护法降魔，度化外道众生，但神通不抵业力。尊者母亲造业在地狱受苦，幸得佛陀开导，以共生功德拔剑其母。尊者感恩佛陀，并始建盂兰盆孝亲报恩法会，以报父母神恩，一心顶礼尊者目犍连，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，并学习尊者行大孝于亲，以大悲度众，护法护教，以方便智慧之力传播菩提种子。
一起